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微笑，我现在在走路送外卖了，这是第五张单，送到隔壁村里面去，然后送完的话，我现在在送第六张单。第六张单的话是非常远非常远，走路要走40分钟左右了。你看，我都是走路去的。哎呀，送完最后一张单，我就不送了。我终于送完单了，今天送了六单。然后呢，从5:15送到8:30吧才送完，拍得太慢了，半个小时才给我拍一单。然后我再来回走路的话，都差不多，30-40分钟一单吧，差不多平均30多块钱一单。然后今天就赚了多少钱？211块钱六单。反正我就拍了3个小时吧。今天有两件非常开心的事情，我来说一说吧。我姐跟我姐夫已经协议离婚了，我姐夫要赔给我姐20万，房贷的钱，就是买房子的钱，分3年付清，然后一个月之后拿离婚证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今天收到小费了，收到一个20块钱的小费，给你们看看，是这个41块钱的单吧。我就相当于我就赚了60块钱一张单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一个这么高的小费，20块钱，好开心啊！因为是送那个寿司的嘛，哎呀，非常开心。还有今天也收到一个小费，收到一个5块钱的小费，我也很开心哦。就是说我还照了一个相呢。所以我今天收到了25块钱小费，就是我送外卖的服务费哦。所以今天这两件事我也非常开心。明天呢，我还要出去拍视频，我其实还想送的，但是他没派单给我了，就送不了了。我今天特别懒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还坐车了，我坐车还花了5块钱，就是从前面然后坐在这里花了5块钱，然后还买了一支水就是这样的水，花了我8块钱。香港的水好贵的，一支最便宜的都是5-6块钱，所以啊还是在内地好啊，一支水才1-2块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今天的成就应该是也就赚了多少钱，210-220左右吧，对不对？也非常开心啊，这两件事情让我非常开心。好了，我这期视频我就拍到这里了，谢谢你们了。